漂亮，打得好，阿雪，就是那里，丸之内，用杀球反击回去。哼，能留到现在，果然是有两把刷子，明明就是弱不禁风的大头日本人。咦，我头很大吗？真要说我的话，你的头好像比较大吧？不能说我头大，啪，8-6，王毛得分。不愧是中国排名第一的王毛，绝对王者的封号并非浪得虚名。不过阿雪居然和那个王者不相上下，这奇迹啊，堪称奇迹的不只是玩玩，这所学校的学生只剩下7人，其中日本学生就占了4人，的确是奇迹了。在10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，没想到日本的桌球居然能在世界的舞台发光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桌球告白法的确是把日本的桌球填到世界水平了。哈，还真是讽刺，多亏了那条让人尝尽苦头的狗屁法律，我们才能幸存至今吧。代理战争，没错，这是以世界政权为赌注，各自派出本国孩子战斗的桌球代理战争。也就是说，哪一国学生能够幸存，该国就能获得世界领导权。国家既然愿意如此大手笔，就代表获胜国家得到相对的利益。等等，那不过是谣传吧？再说了，为什么是桌球啊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，俗话说事出必有因，不可能空穴来风吧？既然用桌球进行战争，太荒谬了。但假如这是10年前定下的事，那桌球法至少白纸法律会通过，倒也就说得通了。啊？咦？怎么了？婉婉的弯折拉球被截住了。什么？弯折拉球？哼！咦？球拍挥向球上方，噗！什么？既然球会上升，那往球上面打就好了嘛。弯折拉球这下没辙了。弯折拉球，来几次都一样，这一招都是以相同姿势击出，身高距离为20公分，也就是说只要挥向20公分高的地方，球就会主动来撞球拍了。破，嗯，8-7，丸之内得分，丸之内发球。不好意思，同一种姿势我也可以击出不会变化的球。哼，弯折拉球，究竟这些球会变化还是不会变化？这要怎么分辨嘛？只能靠直觉了。我猜不会变化，啪，好耶！弯折，哇，还来，上8-8，下8-9，打上面还是下面？他会一直被迫2选1，只要赌错为止。8-10，这就是阿雪的必杀技，2选1拉球。8-11。丸之内学获胜，帅呀、啊，做得好啊，阿雪那小子，魔王战过关，恭喜你！看来我不能再叫你呆头鹅了。恭喜各位同学，你是理事长 X。首先，我要恭喜你们能够一路过万战将留到现在，嘿嘿，肯定没想到最后留下的是日本人吧？露出你的真面目作为奖赏吧！我不可能露脸。但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！虎窟张台以及隶属中守护，为了表彰你们两人至今为止的战绩，你们将荣升到 X 班啊？那是什么 ？X 班是只有5个名额的特别班级。过去的这些战斗是为了选出有资格进入 X 班的学生所做的测验，而你们两位进入 X 班后，只要再上完5个月的一般课程，就能实现愿望。真的吗？好耶！等一下，就2个人吗？阿雪和美校呢？就如你们所知，本校学生目前剩下6名，而 X 班中的4个名额已经决定了。明天，丸之内同学与龙生同学将为了争夺最后1个名额展开对战。咦？哇，妈妈！哎呀，美校又被欺负了吗？班上的男生说每天都照顾花很老土。不要哭了，美校是因为喜欢花才会照顾他们的，不是吗？可是，美校，听妈妈说，你知道花语吗？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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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掉。早安，小美，昨天没睡好吗？没有啊，和平常一样。怎么了吗？因为你眼睛红红的，我还以为是睡眠不足。
梦到以前，我只是想起过去，稍微哭了一下而已。你朋友真过分，照顾花明明就是很了不起的事。输的人就会被退学，无论是输是赢，今天就要分开了。但是，我真的好喜欢丸之内，我该怎么做才好？叮。那么现在丸之内学对龙神美笑，如同之前所说，这次的对战将是你们在 AA 的最后一场比赛。对不起小美，虽然我也很希望你的愿望能实现，不过我也是绝对不能输。守护，你觉得谁会赢啊？丸丸有弯折拉球或许有优势，不过老实说，我不希望看到他们任何一个人输掉。也是，比赛开始。哇，他们终于肯放我们进来了。不，我们这根本就是硬闯吧，太乱来了。我们来了。师傅啊！悟空，师傅，幸好你平安无事。到刚才为止啦。这也就是 AA 啊，想不到被刺客阻挠，花了一个月才到达这里。咦，你们知道 AA 底细，还特意跑来吗？那你们知道这里是哪个国家吗？啊？什么哪个国家？阿雪，我好想你哦。小佳啊，笨蛋佳子。啊！咦，碰犯规！怎么回事？这里是日本鹿儿岛县总督岛海上的无人岛，所以说桌球告白法当然适用。原来如此。阿雪，你还好吧？这样啊，在丸之内心里已经住了别人啊，他当时听到的一定是那女孩的声音。都相处了一个月，到现在才发现，看来我才是最迟钝的呆头儿呢。美笑，你知道花语吗？花语，每一种花啊都藏有魔法的含义，这就是花语。花语能带给爱花之人力量，是魔法的语言哦。油菜花的花语是丰饶，玫瑰花的花语则是妩媚。栽种的人可以从花当中得到这些，所以不要哭了。这些魔法的语言，总有一天一定能带给美笑力量的。顺便告诉你，郁金香的花语是爱的告白。我要向你提出桌球告白，我很清楚你的心意，也知道用这种形式和你交往毫无意义，但是我就是喜欢你，就算不停哭泣也无法忘记对你的心意，因为我就是这么样的喜欢你啊。